即马阴暗，搁再讲即个撇字，刻木就是撇字，破疑问的意思哈，啊破疑惑，安尼叫做撇字。但是咱头前第一就是讲净土十二论内底第七句。迄、那个完全吼，十二论的论内底第七句完全含经有真大的落差，哦，这个已经讲过啊。现在第二就是讲往生安乐集内底疑问，有哪含弥勒上生经甲弥勒下生经，有哪有真大的出入，哦。啊，即马即讲了，因会讲到净土论的义，所以这三个法师写的，拢总用家己的意思，唔是用经典的意思安尼。应按应该吼，这段往生安乐集的义吼，合该是爱对这个十九页安尼。但是伊即马伊这段文内底吼，这段文内底哩。咱即马来甲看头前，就是这个十七页，哈、哦，这个十七页内底人哈，咱就对这个主题看一下哈，就是这个迄、那个往生安乐集，就是这个金装道绰大师伊所撰写的，哈、哦，但是这个道绰大师是咱莲宗。莲宗吼，就是等于净土宗，伊即个个道统的其中一个安尼，伊就是生在即个个公元562年，啊，公元645年往生，啊，一生敢若讲到即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尔安尼，可能伊那是一世人讲200几次。而且《观无量寿佛经》哦，可能伊就敢那注重一本，别本也毋捌讲安尼。哦，可以安尼讲，因为200几遍的时间毋是真短安尼，所以有那个看起来呢，因为伊看的经典应该无济安尼。哦，所以伊较会家己会安尼杜撰歪文啦、啊，杜撰歪文。但是这个往生安乐集的观相有四点。无下着弥勒上生经的这个理论，好、哦，而这个理啦哈，因为伊是论嘛，而且安乐集这是属于论，安怎吼？唔过含弥勒上生经的这个理是无下呢，啊，所以咱开来个做一个比较，所以相较就是讲有那差甲杂经典的原因，啊，含咱大家共同研究安尼，第一。伊个讲弥勒世尊为其天上转不退转法轮，闻法生信者合一，但是名为神通，但是着落无信者其所非一。这种家己想的哦，哈，这种家己想的，又来，哈、哦，随生道术为是退出，哈、哦。是故经文三界无安，犹如火铁。这点就是啥？这句话就是个骗唔捌的安尼。我即马讲较严一点啊，骗迄个无看到上生经的人安尼。第二点，往生道术正得寿命四千岁，命中之后不变对了，这就是模糊焦点。啊，知影吼？有那是个骗唔捌的。啊，了解哦，伊家己唔捌，啊，搁再讲出来就等于个骗唔捌的安尼，吼、哦。因为道术有一个内因，啊，有一个外因，啊，所以他模糊焦点。第三，道术天上虽然有水教求林和平优雅，但无诸天，吼、哦，行乐为缘，顺无我欲，不足性德。
欲向弥陀净土，一生得证，悉是阿比伯的净无替人有其十机，又何为有无老？出轨三界不复轮回，论其寿命，即有佛者非算所能知。其中水鸟树林皆能说法，令人理解净慧无生。这点有那家己小知小见，有那个骗法嘞，就是家己自骗骗人安尼。等于这自骗骗人，就等于自欺欺人。安怎样吼？这段就是有那自欺欺人。那么第四点，伊讲古代经，请以一种音乐比较者，经战乱将世。帝王之六天音乐妙转八中，是转成情意万倍，多求音乐倍倍一言，复有自然妙机乐，发音清和的心神，爱愿雅量小十方，是故客受清净分。这段卖个改啊。这有那家己个自骗骗人，自欺欺人。但是这么伊列出这四点，就是道绰大师所列出的四点。伊认为道术净土不如西方净土极乐个世界。但是如果仔细来解分析，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处，伊所赞言的当然是合乎经典的记载安尼。这是无唔对，因为伊敢咧接触西方尔，对西方当然伊有较有去接触，啊靠有去注意，哈。唔过呢，伊批评到处净土较低，佮较烂，哈，无下着这个《道术上仙经》的记载安尼。所以雕工将道术外院当作内院，哈。来以弥勒净土的殊胜，以雕工改暗砍，啊，那是无雕工暗砍，就是以雕工，无雕工暗砍的，就是等于伊无看到弥勒上乘经安尼。这个道绰等于无看到弥勒上乘经，可以安尼加两种的肯定。第一就是有心制造问题，第二就是伊本身无看到上乘经安尼。所以不是一位，照讲啦吼，不是一位大德应该有的作为安尼。那是真正大德，伊都唔敢安尼做，所以算起来伊的心量是无介正常，所以他较敢安尼胡白讲话，诽谤弥勒内院道士净土安尼，诽谤，等于他诽谤个着，伊爱这个人，啊诽谤迄个人。爱阿弥陀佛，诽谤弥勒佛安尼，这款的话就是差不多安尼。所以今仔日上教不得不真实提出反省，替弥勒菩萨讲几句功德话，啊个真实话安尼。那么今日咱有讲过第一点，伊讲着落无尽，基数非一，意思是去讲道术天人接着天的。音乐啊，甲天的快乐，无要听弥勒的发音有真济安尼，伊就唔安尼讲，所以这款的说法并无实据，因为从上圣经的这个专观甲看起来，咱总未当有吹出一个天人讲伊着落无神安尼，基本上圣经甲看来无安尼写，就是道术外院一般的天人哦，嘛是低俗色智哦，啊了解哦，唔是亲像道绰大师所讲的，所以呢，甲称作道术天。为什么称作道术天？因为道术天翻译中文叫做低俗天啊呢，伊那会执着快乐呢，安尼就无合。敢若外院都无下，卖讲内院安尼吼。但是即马阴暗对遮去哈，对遮去，伊个讲随生道术为是退出安尼。
这句伊个讲的这句话吼，意思是个讲求生道术的人，往生者将来会搁再度继续轮回生死安尼。因为退出的讲伫天上四千年了的堆乱，伊个讲的意思是安尼讲的。吼、哦，啊，这个情形那是来甲讲外因，或者是会通，或者吼哈，吼、哦。但是这款的说法实在是违背弥勒菩萨上升道术道天经，实在是违背无下着事实安尼。吼、哦，咱即马来个查经典，查经典即马咱第一来个看哈，等一下哈，我即句先念，迄、那个95页，掀起来，恁摕迄本哈，95页。查经典甲对照看卖啊，哈，95页，95页内底哈，咱即马甲看是毋是有一句，是释菩萨随机说言，哈，为算妙法，啊，即句妙法哈，那要改用即个个。弥勒世尊是伫《道术论》伊讲如开示地论，吼、哦、啊！即马在菩萨唔着伫迄个所在听伊讲如开示地论，即、这个叫做为说明法。但是众生闻法了，令其坚固，不退转入无上道心。安尼个对照开，有事实啊，无事实，有无？无。吼、哦，这个道俗讲的话无事实安尼，因为不连其坚固不退转呢。就讲伫道术论伊的人，会在众生哦，听弥勒菩萨讲妙法了，个个皆不退转啦。那会亲像伊个讲为是退出安尼。现在咱过来甲看，看迄个102页，吼、哦。离记头轻便的文化，皆无无上道的不退转，102页。102页经文来对联，是不是讲？咱即马甲讲哈，无咱对头啊，甲念一下，对头啊哈。若善男子、善女人，凡诸境界，哈、哦。造种恶业，闻思菩萨大悲名字，五体投地，诚心忏悔，是诸恶业速得清净。未来世诸众生等，闻思大菩萨大悲名声，自立形象，香花衣服，清戒动欢，礼拜合念，处人名称时。弥勒菩萨奉弥干别合大人相公，吼、哦，五祖天主五万多罗花来迎出人，吼、哦，出人输入即得往生，但是达无弥勒头面礼敬，离去头轻，便得闻法，吼、哦，无无上道的不退转，无未来世达。行菩萨诸佛如来，你甲想看嘛？这个就是第二段讲的。咱伫这个世间，而在众生就讲善男子，就讲有个修改的修行的优波色、优波仪也好，还是讲比丘、比丘尼也好，那是有唔对，哈、哦，叫做凡诸境界受着恶业，那愿意伫弥勒菩萨的面前大大忏悔，这恶业就消尽。我叫做消尽啦，哈！但是今仔日伊个讲末世的众生，那是听到弥勒菩萨的大慈悲名称，用该做立一个形象，形象搁再用香花衣服净该动翻来个礼拜个下念，这个人将来要名称弥勒菩萨的来个接引，去到迄个道术净土林了后，就会当听法。听法了后，无上道就不退转，无上道就讲成佛，
就不退转了，甚至未来世哦，有那会遇到恒河沙遐尼啊济的这个佛，诸佛如来。这段就是第二遍的证明，绝对袂使胡白讲，讲随身刀术为是退出安尼，这就第二段。安尼，咱来查经典，就袂去哄骗安尼，哈、哦，袂去哄骗你。啊，那一个阿公诶，我讲阿公诶，听好哈。人若讲得信，迄款叫做阿公诶，安听好无？伊就是甚么开阿公，伊就是无要看经，安尼开变阿公。啊，伊用着这一句做主题。用到这句净土十二论第七义，就是头前第二页，用迄句做主题。啊，即卖伊较讲地主大众啊，对地主问个安尼，吼、哦，第伊讲论完，伊用这句做主题。第二页下尾啊，伊讲论完，弥勒菩萨一生播处，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随从下生三昧之中，自然而得性格。哦，何须求生西方净土呀？伊用这句啊，照着读者问安尼。啊，即卖伊后壁这边安尼就是画画画画山画水画画了。伊后壁讲一句啥？讲你那是如果求生到处乱，得个念佛往生西方安尼。吼、哦，伊讲不如现在就念佛往生西方，唔免讲将来去倒数落去了，就去念佛往生西方，搁第二次的麻烦。所以安尼有谤经非法了无？啊、哦，我讲你就应该恁袂，恁若是接到这个信息啊，错误信息，因为恁有读过上生经。就对未受到伊来欺骗，未予大法师欺骗安尼。安听吼，因为气压都不退转安尼，搁再来咱搁来个回归十九页安尼。吼、哦，这个道场有那个自欺欺人呐、啊，自骗骗他。吼、哦，有那个自骗骗他，咱差不多查经就查这个一百空的，咱今麦搁看一百空八呀。看是不是真真正正，倒数落去了是会个退队安尼，一百空八呀哈，这无定情袂使啦哈，无定情吼，和一寡有因缘的人，譬如讲注意因缘真固执，唔过伫火车那有因缘去看的人，会搁在扭转他的内心，的这种困扰安尼。好、哦，那么一百空八啊，咱即马来甲看。好、哦，福果有报利，逆金得停，是弥勒菩萨有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皈依处。若有皈依弥勒菩萨者，当知是人无上道的不退转。安尼第几遍啊？安尼这三段下有效无？有哈无呢？有啊，吼、哦！弥勒菩萨成道得阿耨多阿罗阿三藐三菩提时，如此行人见佛光明，即得受记。吼、哦！今麦我搁甲即句话简单讲一下哈。伊讲佛陀向优婆离讲，因为这本弥勒上生经是优婆离尊者称佛。啊，所说明出来，伊讲像佛陀甲优婆离尊者，你仔细听，这位弥勒菩萨是未来世界中会当互众生皈依的圣者。那是如果皈依弥勒菩萨者，吼、哦，当地这个人伫无上佛陀上，绝对袂阁退队安尼，袂阁退转哦，甚至将来莲华三昧弥勒菩萨圆满发挥。成就如来，哈、哦，那么在皈依的众生哦，会当看到佛，就是弥勒佛，哈、哦，
因为迄个多多阿揭多阿罗二三藐三佛陀哈，即、這个就是咱有甲咱讲即个，迄、那个就是如来、印光、甲净遍地三行，哈、哦，啊，咱将来就是一定会富量化三佛一。伊已经成佛啦，咱会当看到伊的光啊，就是讲看到伊的本尊就对了哈。唔过会乎伊的本尊甲恁受其作佛啦，安尼来个退对，那得个念佛往生西方，安了解吧？哈、哦。所以经典中讲的交代个真清楚啊，往生到处净土，人人皆得不退转入无上道。所以道出大师第七条。为什么要掩盖经义的事实？可能伊内心有问题，那无就是伊无看到上善经安尼。吼、哦，咱安尼甲看到了解了哈。不过安尼有较，我讲的有较兼一丝丝啦，不得已啦哈，不得已啊。来，第二点，第二点，伊讲命中了后，就讲伫倒数落伊四千年。哈、哦，四千年不免退落安尼，这就是有那模糊焦点。意思是给讲，倒数天人四千回了，会重新坠落六道轮回。哦，或者是倒数外因的天人，外因的天人四千年了，天福享尽后，有坠落三恶道的可能。啊。不过我现在讲一个实在，这也不一定对啦，因为那个世界叫做地狱天啦。你听哦，这个世界叫做地狱天哦，但是可是都是净土天人，都是净土，和外因的天人是不一样。内因跟外因，外因有对乐的可能，但是未必，但是内因的净土的天人都不一样。因为上仙经所讲的佛陀给咱交代，你甲看一百空一粒，哈、哦，这拢从查经来看就知影哈。查经经文对他念：如是众生定欲成诸业，行六事法。一百空一粒哈，看得未？哈、哦，必定无疑，当得成佛，道是净土。哦，达无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文法。哦，有未来世，达无现劫一切佛；有成受劫，亦得达无诸佛世尊；有诸佛前受菩提记。这句话是给讲安尼啦，哈，头前有一段修六事法的人，那还搁在有修八关斋的人哦，哈、哦。行六事法必定无疑会生起倒数多天安尼，吼、哦，倒数多天会遇到弥勒菩萨，将来对弥勒菩萨下阎浮提，因为弥勒菩萨是要开莲华三会三处大会，所以这句第一文法就讲，起码那去倒数净土会再降生，将来来莲华初会，就是九十六亿中的其中一份子安尼。这个叫做第一文法、哦、第一回文法，但是比现在才说了，已经是第一回文法的众生，就是现在去倒数落去把日啊人修八万四五十六个五万六千位那段中间来到倒数落去寿命八万四千位，就是等于付第一次莲花会那些人在众生哦，这句话是讲啊，我那会遇到现劫，所有的一千佛安尼。啊，这嘛弥勒佛是第五分嘛哈，四诸佛是第六分，啊，到最后一千佛叫做罗智佛，这一千佛咱拢会遇到安尼。好、哦，这个叫做现劫一切佛，甚至这粒地球的现劫，地球派去啊。搁再转背，迄粒叫做成就劫，迄粒成就劫有哪是成佛，会诸佛世尊，咱拢会悟到，啊，甲会当悟到现劫的一千佛，搁成就劫的一千佛，这个因缘
非常的特正确甲殊胜，吼、哦，所以伊甲讲佛陀甲咱交代，伫在现接一千佛，甲成就接一千佛的头前，因会甲咱肯定，甲咱受记作佛，这个叫做受菩提记安尼。吼、哦，啊，既然经典讲安尼，吼、哦，既然经典讲安尼啊，那是含义计讲不变对了呢。那会讲安尼，他会讲冥想之后又搁对了。搁在第二段108啊，你搁看一下，吼、哦，这两种反复啦哈，反复，因为一定爱肯定，唔过伫电视机的头前的这众生吼，有诶无看到这本经，所以一定爱甲伊讲，咱即马讲，啊，将来为啥放出了，互因会当来了解这代志，108，吼、哦。这两个重新讲下，迄、那个佛告优婆离，念经地停，是弥勒菩萨于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皈依处。若有皈依弥勒菩萨者，吼、哦，当知是人得不，吼、哦，是人有无上道得不退转。弥勒菩萨行道道阿阇多阿罗耶三藐三菩提，如此行人，就讲这人，就是求生道殊罗尼。在道士内院下人可以看到弥勒佛的光，甚至会让弥勒菩萨受记，所以想看看现劫一千佛给我们受记，成就劫一千佛给我们受记，但是弥勒佛有哪给我们受记、哦、经典是这样说，那是像他道出说的这样、哦、所以进来又现在回到这个撇义这本哦，受记就是啥？记别，记别你当时生活安尼。所以，恁若有去靠上，靠上妙法莲华经，敢有去靠上者？敢有去靠上啊？受记品500弟子，受记品有法无法，这是不是拢有甲众生受记？恁敢读到遐？阿弥吼，遐拢总甲佛陀、甲所有弟子遐尊者受记，拢甲伊肯定。阿难，你当时做佛，你的国土偌大？吼、哦，啊，迄、那个叫啥物人？你未来成佛，你的国土偌大？你度偌济人？吼、哦，富罗那，你白日来你做佛，你当时成佛，你的国土偌大呢？这个叫做受记作佛安。吼、哦。所以现在在经典中有说明，往生到处净土的人，将来天修那真，不但未对了，颠倒会遇到未来诸佛的佛前受记，哦，就是记别将来你必定成佛。知影吼、哦？第三点，道绰大师所讲的到处净土，虽然有水照树林，发出音声，可是音声。是顺无五欲不足性德，这句话有离谱无？啊，足离谱的离谱！哈、哦，这种的说法，那是无符合弥勒上生经，因为弥勒上生经66第一行，遐咱甲看，哦怎么会这么讲哦？想不透了哈，啊！咱将对66哈，来个看就好，哈。66的第一章哈，都是论语，而在天路。波路啊，演说伊迄个甲气中哦，哦，伊徛伫树啊下，接着800亿个无所音乐出妙音乐，演说不退转地法轮之行，树啊，地球生果如玻璃色，好、哦，一切种色入玻璃色中，是诸光明有，哦。旋弯转流出种音，
因哈降因因说大慈大悲法，哈、哦，搁再来哈、哦，后边这段，哈、哦，即马个咱自家念落哈，一日还长过六十二有旬，到十四有旬，有五百亿个灵王围绕出凡，哈、哦，一日灵王有五百亿七宝行丘。庄严繁盛，自然有风吹动出秋，秋上金雀。哈、哦，迄、那个金雀的音声甲演说，破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安尼。安尼伊讲啥？讲讲迄个个，讲迄个水叫树林发出的音声，拢总是讲五欲的音声。哦，含性都无相关。啊，以前来咧讲大慈大悲法呢，啊，搁在讲啥？迄、那个叫演说破空无常无我呢？基本上先讲讲，爱甲你歪安尼都对，甲你歪过。这唔到落地觉有无？我唔知啦吼，唔到落地觉有无？因为放经海众生，必定对落地觉。啊！伊道俗唔够对了不？所以道俗大概第三点所讲的，这个水是八色琉璃珠下八八味水。唔过鸟啊，咱这本上圣经鸟啊的经中并无记载。唔过树林所发的音声，伊讲顺如五欲，不足性道，这里是不是歪曲属性？哈、啊！难道树上金雀？哈、啊！演说破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唔是个说法吗？哦，是不是目睭开开，个写在话呢？哦，只是西方极乐世界追究起灵发出的音声，开始说法吗？这个说唔是个说法，哦，所以令人费解得着。哦，安听哦，第四点来哈，道绰大师认为。西方的音乐胜过道术净土，啊！你那个歪曲属性，伊讲五用嘛吼，啊！当然西方是胜过道术啦，听话。不过这个所在有一点嘛矛盾啦，这个所在和前讲的无同，伊家己唔对唔知影，吼、哦！伊讲这种的认定道绰大师太偏心啦，迄、那个心歪曲歪偏差。其实到处净土和西方净土有真济相像的所在，音感嘛差不多，哈、哦。但是演有那是拢总是个演说清净法。咱即嘛对对甲看去，对六十五页下尾页去看一下，哈、哦。这句话有那重复啦，因为以前问即讲来讲去吼。拢总是个诽谤道术净土，等于诽谤弥勒菩萨，甲等于诽谤本师释迦牟尼佛安尼，差不多是安尼讲。但是上先结讲，无你甲看，你即马甲看啊，迄、那个叫五百亿诸天波罗，一日波罗自立树下，十百亿波。无所应乐，啊、哦，出妙音乐，但是时音乐中演说不对穿地法轮之行，啊、哦，其修成果如玻璃心，一切众生入玻璃心中，是诸光明流旋婉转流出众音。演讲音演说大慈大悲法，啊，这个大慈大悲法就是菩萨法啦，哈、哦，听无？对不对呢？他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啊，哈、哦，搁再来哈、哦，搁再来下面一句讲五百亿七宝行丘。好、哦，这谈到念过啊，自然有风吹动初秋，演说空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呢？
吼、哦，啊，是不是目睭开开？吼、哦，闭了眼睛说瞎话呢？是不是安尼？吼、哦，真来得讲个真清楚，还是伊无看到这本上正经，家己想的？吼、哦，家己想出来。吼、哦，安尼你甲看差别了者，搁再来啊，翻过来啊，二十二啊，退去这么二十二啊。我即马要甲咱讲即个代志吼，代志甲讲讲个，啊看下一挂人吼、哦，一挂人来信信经，啊信经慢受伊影响，自然即类道场就较无遐侪罪恶安尼。即、这个道场大师就较无遐侪罪恶。咱即个吼、哦，七十二十二页，咱头前的这两段都是头都讲过遐，吼、哦。现在我们再来看七十一页，一日莲花上有无量一光，其光明中具足乐器，如是天乐，不过于自明，出生出世，自入自然，集中乐器，见气歌舞，所应歌手，演说十弦，四方世观，啊，这是大乘。诸天闻者皆发无上道心，这句话是相当的这个大乘观的。那会使讲伊无去讲，讲干来去讲五欲的五欲的因素，未当诸助性道呢？这个你甲看十善业，讲十善业，搁再讲四方世观，啊、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德无上誓愿成啊！搁再讲到天，拢总或者天众听到四方誓愿了，拢总发无上道心啊！哦，安尼讲是唔对，哈、哦！即嘛你搁甲看七十二啊，哦。七十二页的话，诸是诸莲花，即两三四五，是诸莲花自然开出五百亿波罗蜜，受集别佛，是立众类，持供数觉，又数宝珠，一粒宝珠有八千老劫。这对什么人？这对讲将来众生往生去的人所带的，诶，这个个老劫。哦、有八千老个，凡摩尼珠以为高乐，十珠老个有八千的天路，色妙无比，受集乐器，其乐音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婆罗蜜。你甲看，什么所在都有，这个个发音通好听啊！只要有发音，只要有发音，只要有发音，一世界你出哩。树林拢总有法林，皆甲你经过。吼、哦，即卖咱去甲看七十七粒，你即卖讲看七十七粒，七十七粒吼、哦，你甲看第四大神名曰喜乐，吼、哦，如意珠，一日宝珠自然自在动幻之上，吼、哦。演说无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哈、哦，集善五界无量善法诸婆罗蜜，饶益宽助菩提意者。你甲看佮讲安尼，叫咱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比丘僧，有佮讲五界，这是大善喜乐哦，佮再讲哦，无量善法哦，讲到这，哈、哦。介绍也宽助这个菩提意者，那无去讲啥，那是去讲五欲的代志。啊、哦，咱听哈、哦，嗯，啊，你搁来看这个静音声，静音声，哈、哦，七十七了，这第五大神，心如魔光，流出江水。一日水上有五百亿花，一日花上有二十五玉露，哈、哦！一日玉露心如魔光，
出一切音声，胜天摩诃所有音乐，那也不好听。敢是亲像伊头前讲的，你搁甲现当啊撇伊个，吼、哦，撇伊这个道俗讲的吼，伊个讲啥？讲迄、那个。刀术是随时我又不足性的，咁安尼，咁真正像伊讲个安尼。所以恁个看景唔知哪个唔知啦吼，看景唔免看济，看好详细安尼，知无？恁看景爱看安尼呢，详细较要紧，卖讲走马观花。今仔日若是无真仔细了解对这代志吼。我跟你讲，真正众生的作者要害死啊！吼、哦，啊，这今仔日咱徛在咱的立场，用公理、公义的立场来甲讲，你都爱讲啊！吼、哦，卖和这个道教法师安尼乱转、乱改，啊，乱害众生安尼，吼、哦，那你甲看，迄道理真明显啊，听无？那就像伊讲安尼。哦、所以今天呢咱其实说到这样、哦、咱现在跟我说我才有一块这样二十二爱买了说到这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偏爱啊调工来非损非他患不可以这样所以不可以跟他说你今天你弘扬西方这是你的因缘哪可以跟他说去到大寺院就去念佛往生西方这算不是叫诽谤人吗？哦，啊，道俗这种的内容来，这算不是叫损诽谤人？佛陀介绍这样子的，一旦到往生，无论到一个净土，就拢总会当不退转啦。你搁何里去阿弥陀佛嘛不退转？好、哦，当然去西方是不退转，这是无唔对，这经典就是安尼写。去琉璃净土嘛不退转啦。去到处净土嘛不退转，甚至个真见成佛，会当受着现劫之前，我甲你受记；成受劫之前，我甲你受记；弥勒菩萨甲你受记作佛啦。哦，这部公开清楚，为什么一条干要讲诽谤？哦，所以呢，我想讲安尼啦，以这款的诽谤哦，应该爱承担诽谤的罪安尼，袂当无啊，因为。非经是害众生啊！佛陀并不是安尼讲，伊凭伊个人的意思安尼乱讲，哦，安尼算是非经谤法。好，这段就是第二段往生安乐这个字，咱讲到这，应该真清楚啊！哈、哦，不过咱今麦过来甲讲安尼，搁再来讲什么？讲这个净土论。好、哦，咱今麦过来甲破。破这个客宅大师，客宅大师，哦，不再来个破哈。净土论时期，净土论拢总有三观，但是是初动，初动就讲啥呢？迄、那个净观原理，迄、那个中观叫做初动啊呢。哦，净观天主理世民啦、啊、哈、哦。那么这个伊说，这个客宅所大师所传的。但是大师是说生在东条贞观年间，吼、哦，啊，伊是住伫中安弘法寺林，吼、哦，观下第七，就是这本净土论观下第七，以弥陀净土含刀术净土，做无实在的比较，所以原文如做安尼，而且嘛，伊就是有那是自文自答啦，吼、哦。主文主答，伊讲文化道术天宫甲弥勒甲弥陀净土，处之二处，古时佛所赞经，哈、哦。但是弥陀处二处，有何有何力？这个何有何力，想对一人较好，啊对一人较烂的意思。这两种的所在是弥陀净土。啊，甲刀术净土是对一个较好，啊，对一个较难呢。
已经嘛用答案安尼吼，这叫做自问自答嘛。处之二处，各有三义；若论基础，则何有优劣？哈、哦，恰如道说天将，则高空而立；叫落世界，则就地而安。哈、哦，处则空性而基，人天处变；若故出脱一妄论，哈、哦，则天有人力也。但是若论其正位者，吼、哦，道说虽是天将，犹有如人，故名为之位。吼、哦，极乐虽是地界，犹无如人，故何之为正？人处之正位，有十种的因缘呢。吼、哦，这段就已经大概讲一个主题出来，伊自问还佫讲一个主题安。啊，即马伊佮讲有十种的因嘛。有十种，而且下面才在去讲安尼。吼、哦，第一，有女人无女人因。那么道说男女十机，吼，极乐、哦、为男无女，吼、哦，这拢无，这拢无公义啦，啊，无公理啦。啊，世尊伫遮吼，地主若有错误，你着原谅一下，不得不无破袂使哈。世尊伫我面前，啊，我代世尊说他嘛，啊，世尊讲再犯，啊，我怎么去讲出恁听安尼？哈、哦，安怎哈？第二有欲无欲因，道说有心上欲，但是着哈念着境界极乐无心上欲，故发故相发菩提心。哦、第二退不退因，道说处所是退，那么极乐处所是不退。那么来第四寿命因，道说寿命四千岁那又重要，但是极乐寿命无量阿僧祇劫，无重要的寿命者。第五三性心因，哦，道说这有三性心肝气，故恶心对地狱。吼、哦，极乐唯有善心生，故应离恶道。第六三修心意，道说三修何起？极乐但有六修。第七，吼、哦，六尘境界意，道说六尘令人放逸。但是极乐六尘令人发菩提心，哦，第八受生因，道说受生难在父亲上，女在母亲上，极乐受生七宝地来莲花莲花众生，哦，第九说法因，道说为佛菩萨说法，哦，但是极乐水鸟树林因。该灵说法，地藏的个因，哦，道说天假，行得性故学不得。但是极乐行者定得无上菩提，哦，若就此机西方大有道说净乱，伊讲净乱啦，哈、哦，哈、哦，安怎样哈？啊，若要讲净乱是地界较净乱啦，安听好无？哈、哦，伫天上那净乱。敢若外院都袂使讲境外，卖讲内院哈。所以原论文上有七种的难院会比较。原论文哈，就是讲这个净土论的这原论文，啊，佫有十种，这后壁这段先讲了，还佫讲后壁段，吼、哦。是吼，无、哦、在这十种的分析了，再做讨论安。以前冇甲你分析十种出来，对不对？我们看那个上升经。吼、哦，安尼咱就会当彻底了解安尼。吼、哦，伊这个徛在法师的十种理论，咱从细个分析，吼、哦，不无明显偏心而错误安尼。小时尊重弥勒尊老，哈、啊。